这个护网先戴在手上，绳子一圈圈的收到手上，绳子先收好，学撒网先学会理网，绳子一圈圈的收到手上，绳子先收好，收绳子没有讲究，只要你把它收到手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拿住这个分流器，这个小黄环直接提高它，轻轻的拿，再拿住腰部轻轻的拿，两个手抖均匀，把这个坠子啊理顺。如果说一边多一边少，比如说这边很多坠子啊，用手把它弄过来，用手把它弄过来抖它一下，轻轻的在地下抖它两下，很均匀，直接搂到底部，然后再扶好盘，抓好盘的同时再提起来转动飞盘，一二三，它就可以轻松全开到底。有没有到底呢？我们就把把脉啊，如果说不往下沉了，就证明到底了，到底了就可以收起来。我们这款渔网简单好领好撒，瞬间到底。哎呀，有鱼，有鱼，有鱼，这一网的鱼比较丰富啊，这一网的鱼比较丰富，想把鱼抖出来也很简单，拿着这个小黄环直接提高了，中间的白线就不要拿了啊，中间的这个白色拉力线就不要拿了，轻轻的提高，轻轻的拿啊，这两个手也要轻轻的拿，不然的话那个中间的拉力线它不会顺滑，抖它一下，把这鱼放走啊。我们又可以操作第二网，小鱼放生，祝兄弟姐妹们财源广进，年年有余。好的，这个坠子很均匀的情况下直接溜到底部，然后再抓住这个扶好这个盘啊，转动飞盘。我们平地撒网要走两步再撒网，走两步再撒网，不然的话没有鱼。好，到底了就可以收起来，看一下这一网有没有惊喜。又来两条，漂亮，学会了的给个赞吧，学会了给个双击加关注，对，直接提高，把鱼抖出来，非常到位啊，就可以继续干了，直接溜到底部又可以撒网，漂亮。